大家好啊，我是 Sunny。今次好荣幸 Lomography 揾我去用呢支 Lomogon 去影下香港唔同嘅地方。今次嘅拍摄呢，主要都系喺好好阳光嘅情况下进行，因为我个人就比较中意光同影嘅对比啦。而且有自然光呢，就会令到啲相生色不少。今次有啲相呢，都系喺啲繁忙嘅马路侧边影嘅。咁主要都系想影下啲路人过马路嘅时候嘅情况啦。咁我哋影紧嘅时候呢，就有啲姨姨过嚟问我哋喺度影啲咩，就以为系有啲交通意外，跟住我哋系记者咁咯。街拍对于我嚟讲，就系可以俾我哋记录低日常生活身边所忽略嘅嘢啦。我都系想揾啲唔同嘅角度去等大家欣赏翻自己所住紧嘅地方。而 Lomogon 嘅光圈转盘设计呢，系非常之方便，我可以喺对焦嘅同时快速转换光圈。所以就唔会错过咗我想影嘅 moment 啦。